呀？还行，这么这饭太多了吧？这锅都没下。我要开始了，下锅。哎，这皮儿给我喝累。我原来这锅这么大呀！啊，这个。说实话，我已经忘了步骤了。是因为他们热水了，有点不了。走，我们去三楼。你烤烧烤的吗？有啊。那个，这就剩下我们两个了。不可以。确定啊？那他？我觉得不可以。那他火就这么大呀？很难受啊，没有烧烤吃的。那这边，这不全是好的吗？这一堆都是好的。什么肉啊？牛肉。哎！哎！哎！你站来干嘛？我。你们真该上来看看。来看看。我可以在三楼吃啊。是。啊？是的。我来了，上面太漂亮了，你看我们刚刚烤的，我刚刚这个土豆烤的真的还可以，说实话上面好漂亮。哇，这个 BGM。垃圾车。垃圾车。啊，现在垃圾车还会放音乐吗？嗯。还以为是啥呀、啊？哎呦！我们出去买点吃的。好啊。你要吃什么吗？辣条。你去吗？好恶心啊！哇，好恶心啊！穿那么高的拖鞋，这男人不也是吗？这男人啊，这拖鞋比我还高呢。我有你恶心啊！你看我的拖鞋好丑，你自己不换。哇，这便利店大。这就是北京的农村啊！你看，好大、啊！我第一次来。是吗？这土豆现在，这土豆烤的真不错，真不错。老人家曾说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，我们也得多吃点盐。哎，所以我盐放多了没？来吃个土豆片。真的？买了，嗯，先提一下手中的老虎，哇，嗯，不错不错，嗯，你嚼了吗？给它两个刺儿。
不错不错。哇，你看，这个在爷爷那儿摘的，跟那个买的完全不一样。这油是不是放多了？就是买的，就摘的。我这饭煮的怎么样？你也摘的特别好。我饭好了吗？你这饭在这儿呢。为啥呀？因为我要做其他的，你别看着。那也可以啊。这熟了吧？没熟。啊？为啥呀？这叫没熟啊。软软的，糯糯的，但是颗粒分明。这是何等的大厨才能做出来的饭？入口即化，就发明了。哎，颗粒大了。对啊，真是入口即化。要是煮熟了的话，就盖化，盖的。不仅是他化了，连我的心都要化了呀！他怎么能这么厉害啊？是你弄的，是不是？半生不熟，是不是 ？OK， 然后把这个弄好了之后，给它透透气，戳几个孔。好了。锅盖没有吗？那怎么焖呢？没有锅盖。啊、哦、吓死我了！焖的话小火。救救我！有点太小了。没有。没有锅盖了，这点不科学。天哪，我们这么穷，锅盖都没得，就拿那个盖呗，这个海啸了，讲究点吧，这盖都盖不到，怎么闷嘛？哎，盖得到，心里想着它盖得到，自然。那这个感觉得锅里吧，我把它更实一点。盖得到，掩耳盗铃嘛，盖得到。啊，可以吃饭了。知道他们啊，6点半准时吃饭。可以，好的，6点半绝对弄好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做好吃的。他都做完了。冻个肉，这茄子。可以。很快的，这茄子一炒一下就好了。马老师。啊，你这做的肉可以借我用吗？猪肉，猪肉，先两个鸡腿来一口。啊，好，但是没有腌过。啊，不错，也可以。哇，有一幕是那个什么，看到鸡肉丸，然后加的那个生的青椒，就一起吃。我也想试试，试了以后觉得还挺好吃的。之后我在北京的时候恰巧是逛一家日料店的时候，也逛到了那个鸡肉丸，然后下面正好就有一个就是加青椒不加青椒，我怎么说可以试一下，我就点了，好吃，其实还蛮好吃的。从此我就爱上了吃青椒。哎，你这烤辣椒烤的真不错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没事，再烤一烤，再烤一烤，可以，可以，我来，打个汤锅，我先把这个端进去，好啊，还开着火呢，哎，这火怎么关了？嗯，不行，来，一会儿开。太好笑了，这不是水果盘吗？很好，非常完美，没有一点的瑕疵。那我们今天摘的好的东西，摘的几乎都放进去，几乎都放进去。嗯，啊，还有贺老师，嗯，
打造的完美米饭。就是买了一些他们都爱喝的，然后他们喜欢吃的东西，然后我们也喜欢吃的东西我们也买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回去跟他们汇合，然后一起吃美味的晚餐，一起掐美味的晚餐，一起吃，太爽了！我最喜欢吃美味的，一起吃美味的，一起吃。可是我还没有做我的菜呢，你的什么菜啊？你是我的菜。我本来准备做土豆丝炒鸡蛋的，哪有这种菜啊？土豆丝，但是他们把土豆丝给我搞完了，我就只有炒鸡蛋。西红柿炒鸡蛋呀，十个蛋一个西红柿。但是你做的好吃也同你手一样，你看像我的拿手菜炒土豆丝，刚刚那个是你吗？真的好，我都没吃过。入账。哦，吃过一次。我炒的还可以吧？啊？怎么还有歌舞大会？你问少轩是不是吗？是吧？我炒的土豆丝挺下饭的，没有饭就要被咸死。你要不在那加一勺的味精？好咸啊！他自己在那拿了一勺乱炒，幸好有饭。没有饭就来广场舞。哪里啊？哪里有歌舞？哦，大喇叭在放。你们这是用大喇叭吗？重庆也有的。我知道。每天晚上有车，不有车。我这边呢，我这边呢。有车，车。我们一商量，不是闲聊。你们不是大喇叭？怎么？哎，走错了，小姐。好有礼貌啊！哎，还有人呢。我点了你们最喜欢吃的。我也是。想吃买零食。太好看了。我来了。快了，我买了什么？豆腐两个烤的。没事，烤。是不是？烤吧。哦。对的。哇，就这巨好吃。还有一个，丁哥。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应该可以。可以吗？这还可以。我给你吃一个。谁布置一下餐桌呀？那只有我去了呗。哦，走啊，我们去布置餐桌吧。这是什么蛋炒饭吗？孔饭吗？那儿有孔饭，真烦。走啊，我们去布置桌子吧。好，我的菜没做，好烦呀。太好了。刚炒鸡蛋吗？啊，这土豆丝有人要吃吗？没有土豆丝，那是姜丝。那它越火呀，宝贝。是吗？太好了。刚炒鸡蛋吗？啊。打住！哎，看一下有什么。好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哇，真好吃！这么完美的东西吃吧。Oh,
不用放盐的吗？放一点点，麻辣是猪肉吧？嗯，猪肉的话肯定要比牛肉要熟的久一些，所以需要时间长一些。多来五分钟吧。你投入吗？先试一波。炸了怎么办？还有220多。多了多了。我就无限保存嘛。你油的地方不发油吗？哎，这样的烫吧。别烫大了。这样接着搅拌搅拌搅拌，搅拌好了，不要再过了，过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，有块土豆呢，怎么还有？这样。是我张哥做的西红柿炒蛋。看张哥做的西红柿炒蛋。很可以，好吗？其实就当结婚就行。好的，那也行。听你的。那你尝尝。决定任务。有呢？油呢？锅盖儿。哎，就那里。哎，刚才怎么没看到这个呢？哎，这不行，得用铁的，终于铁了。掉进去，不好意思。我。也不知道这最后是什么味道。这小鸡呀，快吃快吃，快饿死了，都得给我吃，不吃罢工吧。是的。好，你别再聊了。
几点？6:40。6:30。哎，刚好。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非常的高级，就卖出去就卖不了太高的价了。哎，但如果我把换一个精致的摆盘，再加上米其林的那种感觉，我少说价值翻50倍，好吗？我给你们来看一下。哦，不对，那大厨是这样的。被人跪起来，别坐了，别吃了，糟了糟了糟了，少了少了25倍了，来快吃了，来了，吃饭了吃饭吃饭，我去。